驱魔关乃是人类在东方一带抵抗魔族最重要的关隘，它的身后就是大片的平原地带，一旦驱魔关被破，就意味着魔族大军能长驱直入人类领地。也正因如此，六大殿之一的刺客殿总殿选择直接坐镇驱魔关，守护一方。新进的猎魔团终于到了。哇，这里就是驱魔关，好壮丽呀！这就是守卫了联盟边界数千年的驱魔关吗？我已经嗅到了战场的气息，快点开始团队赛吧！别啊，圆圆姐，我都累死了，想好好休息，泡个澡。光耀天使团回城，开城门！是新晋猎魔团。是的，总长大人。龙皓臣出列。到。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用你最大的力气吹响他。圣灵星大人是负责驱魔关一切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官，他的话就是最高决定。兄弟们，怕不怕？不怕。好，我阴影的兵都
没有必要，现在我去救。
遇到了，高领队。你们看那边，魔族军队最核心的大脑就是魔族指挥官，在他的指挥下，每一只低阶魔族都能舍生忘死地执行命令。只要他还活着，魔族就会前赴后继地不断进攻。那如果能击杀魔族指挥官，这些魔族军队就会立刻溃散。但魔族指挥官所在之处，也是魔族军队中防卫最森严的地方。管他森不森严，杀了这个指挥官就解决了。好，一号猎魔团听令，你们与二号猎魔团是本届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，现在你们立刻出发，与二号猎魔团一起执行斩首行动。斩首行动，最先击杀魔族指挥官的那个小队将得到驱魔官的特别嘉奖，而驱魔官也会全力配合你们执行斩首行动。魔法师团准备。我会以最快的方式送你们出城，记住，这是一场闪电战。三分钟后，我要看到魔族指挥官的头颅。